Hello, boys and girls. This is Tina. The classroom is open. Welcome on board. Hello, hello. 我是 Tina 呢。OK, 教室开门了，同学们可以进来教室点名了哟。Let me see who you are, OK? I want to make sure I see you guys. All right, who is coming in? I don't know. Oh, 我看到很多按赞了。Hi, Teresa. Come on in. 怡萍。美兰吗？心灵 Fanny 李晴桂兰思柔 Sun Ruby 月荣中黄 Jane 怡景黄珍 OK 有的跑很快哦明雪 Come on in 傅明 San Chen OK 怡萍刚点过了对不对 Alright Liu Yan Come on in 新蕾第一次点到新蕾是吗佳丽以慧 OK 搜索前面有的跑比较快抱歉哦哈如竹宋江凤英慧英诶你们两个是同样英诶碧翠静怡 Hello OK Nicole 准备下午茶了是吗芳心二字 OK 欢迎进来哦子玲依依Come on in, Sophia. OK, Sophia 好几次没见到你是没点到你哈。星星千零零零零第一次来吗？来，丽慧、佩伦、惠美，惠美也是第一次吗？好，中王听到我声音很开心是吗？哈哈哈哈，谢谢你哦，玉珠哪里？慧玲、慧秋，哎，你们两个是。姐妹吗？嗨，Bobby、月珍哦，你们还一起进来哈。静怡还是静影 ？OK， 陈晶、清晶、杰宇、千玉哦，我还好哦，目前待会告诉你们。琼荣、美玲、月梅，我们好多美哦哈。哦，玲玲，你都是默默的看，今天终于跟我打招呼了 ，Thank you， 李丽、清华、Yuzun、江玲。Vicky, all right. Sophia 说怎样？刚开始上班无法跟话，只能看回播，没问题哦，哈。惠美、Amy、秋云 ，Come on in. OK， 很开心我开教室。Hello， 雪慧 ，OK， 没有问题哦。今天也有人去打疫苗，如果不舒服的话，可以看回播。OK， 月玲、小云、惠秋、秀梅、游山，哈。不用太在意那个有没有跟上直播齁、哦、柳燕 ,alright, 微分 ,ok, 好来凤鸣欢迎进来齁、哦、如林 ,ok, 十小时候很有感对不对我就是在想说待会会更有感来彩珍彩瑞 ,Tina,hello,Tina 跟我同名齁、哦、,ok,Yuzu,ok,Mia,ok, 淑文 ,alright, 因为听说啦这个回马枪 ，Hello Fake Kim Lei is it right？Hello Hon B Vivian 佩玲，回马枪应该是在今天下午之后 ，Hi Richard 或是晚上哈、哦，所以我看如果现在还有一点点体力，就赶快跟大家见面了哈、哦，我们可以旅行的时候就趁可以旅行的时候旅行哈、哦，苏红明明 ，All right， 游山是昨天下午打哈、哦，娇娇 Loon 小军 ，All right。Very good. OK. 我想说这个时间有可能人数会比较少因为也是 不是平常的时间然后加上那个也是蛮临时通知大家的 OK. 我们今天进入第64天了哟 OK. 玛雅太拼了吗 Hello Elaine, Holly, you're back. Yeah, I'm back. Well, I didn't go away, alright? 我只是觉得我应该要现在先开可是我告诉你们我刚刚一开通知之后我头就开始觉得诶好像比刚刚还要痛诶齁、哦。啊嗨桂兰 ,OK,Hello 小军 ,OK, 大家都在接力齁、哦、排队打疫苗太好了 ,OK, 小爱吗我刚刚看到一个是小爱吗小爱好像是第一次点到是不是齁、哦、悠悠慧文婉君那个慧玲 ,Alright, 问一个问题来问一下同学齁、哦、请问家门嗨家凤嗨中珍嗨淑月哈还有 Tessa, alright, 请问你是双胞胎吗或者
你身边有双胞胎吗？有多少？你认识多少个双胞胎？小爱第一次来哈，欢迎。OK， 文婷还有微分，欢迎进来。OK，come on in， have a seat， grab a coffee。It's afternoon coffee， all right？ OK， OK， 目前不会不舒服哦，很好很好。OK， 我不舒服就赶快下线，是不是？好，我会跟大家讲。Hi Belinda， 谢谢你的 tips 啊 ，Thank you so much for giving me so many tips。我要谢谢大家哈，因为你们我有公告，然后你们有回复，对不起，我没有空一一回复给大家。我要在这里谢谢大家给我好多的这个秘方哈。OK，All right，Elaine，OK，Irene，OK，淑月 ，Hello Nicole，Nicole 认识有三对双胞胎，你有一对双胞胎是说你的孩子吗 ？OK， 美兰说是有认识两对，嘟嘟你生双胞胎哦，真的吗？恭喜你啊！哦，这是很多妈妈的梦想哈、哦。Jane， 你常认错是不是？那凤鸣，你说什么？你的学生很多是双胞胎哦。哎，双胞胎很容易就是认错哈、哦。Nicole， 你的两男一女是三胞胎，真的吗？哇，也太羡慕了吧哈、哦！认识亲戚有三对双胞胎哦。OK， 嗨子云你好哈、哦，紧张又兴奋是吧 ，Sophia？ OK， 来。哦，江玲说认识两对双胞胎，儿子的同学有龙凤胎。哦，爸爸是双胞胎，老公阿妈也是双胞胎，那你家会不会很多双胞胎啊 ？OK， 哦，国小的同学有双胞胎。OK， 花青珠问我老师还好吗？目前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错，对不对？哈、哦，很多人都会认识哈、哦。桂兰说对面有一对双胞胎姐妹，会不会认错？啊，会不会？我总是会认错哈、哦，媳妇儿有双胞胎姐妹哦。哎，你媳妇儿如果有双胞胎，你知道她就有可能会生双胞胎哈、哦。双胞胎很多都是母系这边的遗传基因 ，OK 哦。哦，你是生一卵双生哦，玲玲好羡慕哦哈、哦。凤鸣是不是双胞胎很像？是不是常常会认错？我常常怎么叫我都是叫错哈、哦。同班同学就有两对双胞胎哦，文婷，那你真的认得出来吗？哈 ，Mayu， 你认识三对哈，有认识四对的哈，还有三胞胎，叔叔跟姑姑跟叔叔是双胞胎哦，你是说他们一男一女双胞胎哦 ，Tina，Oh my goodness，All right， 嘟嘟说小姑跟小叔也是双，哎，所以身边很多双胞胎哦，隔壁邻居有可爱的双胞胎。对，桂兰常常认错，对不对 ？Hello， 青苏青，欢迎欢迎进来哈、哦。双胞胎会有一颗痣的差别，真的吗？哈、哦，亲戚的媳妇正怀着双胞胎哈、哦，你是元旦生双胞胎哦，会那个例会。Oh my god， 怎么大家这么多人都有哈、哦？恭喜恭喜，都东西都要付双份啊。圆圆说外甥有两对双胞胎。邻居有三卵三胞胎哦，同卵三胞胎那长得超像的哈、哦。Hello Mavis， 你进来啦，你打了疫苗还好吗 ？OK，Hi，OK，Lumi、okay, okay, You 说有一位朋友是双胞胎哦，朋友的儿子双胞胎，哎，所以身边很多双胞胎是吗？哦，比我想象的还多哎。Hi 雨杰 ，OK， 一开机就跟上，恭喜你哈、哦。Hello Yenus。OK， 欢迎你进来。OK， 哎，所以我没想到今天大家回复身边的双胞胎其实相对蛮多的哈、哦。OK， 哦啊，有的人还自己生双胞胎，有太厉害了哈、哦。嗨，丽华、美华、怡、云怡 ，OK， 美玲 ，OK， 欢迎进来哈、哦。OK， 其实很多很多妈妈应该都是 OK， 湘云认识三对哈、哦。Hello， 素慧 ，Hello， 雅瑜。一个都没有，那也蛮好的啊，哈 ，Hello Duna，Hello 嘉佩，还有许娜，就是双胞胎或者是多胞胎是很多妈妈的梦想，就是你可以一次生完哈，就一次把所有的 quota 都弄完，但是这不容易，对吧？哈 ，Hello 凯琳，欢迎进来，还有镜子哈，欢迎进来，好来，今天同学们一样，请你们准备这个至少三支笔好吗？哎，我的纸砖呢？我的纸砖看不到了。Hi Vivian, come on in. Hello 佩莹，欢迎进来哈。Hi Vivi, 还有 Nana 和 Arthur 都有进来。All right, Nana 跟 Arthur， 你们今天很棒哦，有跟上我的直播哈、哦。没有去睡午觉吗？
小孩子有时候睡午觉是睡蛮久的哈。来，同学，请你们准备三支笔哈，一支深色的笔啦，一支铅笔啦，啊，一支纸笔。Hello， 黄丽，如果你们是新来的同学，任何的一种笔都可以哈，不需要跟老师一样哈。雪玉还有雅云，那二 B 铅笔，请你们如果没有二 B 就找那个 HB 也可以 ，All right。嘿，钟燕你来了哈，盛芳还有美玲，欢迎进来。那另外就是纸笔，如果没有纸笔就用棉花棒 ，OK？ 那你们可以用的纸材呢？像我刚刚拿的这个呢，你们就是用浅色的砖都可以用这个纸材，好？纸材随便都可以哈。双胞胎父母辛苦了，很多是多胞胎。来，你们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纸材哈，黑色的，然后咖啡色、白色、彩色都可以，好，自己选哦哈。我 demo 的并不表示你们今天要跟我一模一样 ，OK？ 你们就依照自己当天的感觉哈，因为很多同学我们今天已经到67了，所以很多同学也跟了一段时间了哈，就会自己比较有感觉。今天我想要画什么砖，所以我就不希望是一个被限制的 ，OK？ Just be free and be you，OK？、Okay? 自己决定就好了 ，OK？ 啊，今天现在不是回播，秀月现在是直播，宝贝。Come on in， 来，我今天用这个砖，我今天用咖啡砖 ，OK？ 来，你们可以用任何砖哦，哈。好，我刚刚有小小的眯了大概几分钟，然后就想说，哎呀，如果我现在那个精神虽然也是有一些不舒服，但精神还 OK 呢，应该是现在，因为听说越晚呢，这个反应会越强 ，OK？ 那我就趁现在还 OK 呢，赶快跟大家见面 ，OK？ Hello， 秀娟，哎，同学，我们一样哈，不管你选什么纸材哦，如果你是用浅砖的，请摸一下哈，比较有触感的那面是你画画的。如果你用的是深砖的话呢，因为你可能要用水样笔，那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那一面下去画 ，OK？ 好，带着我们的爱一起走下去哦，文婷，我只能打 AZ 啊，现在 OK， 好了，来，同学们，我们现在要来，来点点咯，我已经点完名咯，那我来点点了。怡玲说还在画23号，没有关系的哈，你依照你自己的速度，你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因为每个人进来的时间都不同，好，你也不一定要从第一个开始，你就从你自己喜欢的开始就好了。Hello， 人儿 ，Welcome in， 来，我们来点点了哟，同学们，不管你选什么砖哈，什么纸哦 ，OK， 哦，刚工作回来是吗？太好了 ，OK，Hello Yufeng，Hello Irene， 来，我们同学来点一下 ，Hello 八妹，对呀、啊，我上线了呢，我怕我晚一点更严重，现在先上线，哈哈哈 ，Hi 瑞珠。丹宁夏和素贞，嗨，老妈，我看到你了，帮我按赞 ，I love you，thank you so much 啊、哦！我老妈也很担心我，还问说要不要陪我去啊？我说不用了，应该是 OK 哈、哦。All right， 结果我老公有陪我去了哈、哦。那个满足你第一次来呢，好棒哦，第一次点到你的名字。来，我们在点这四个点的时候，请同学们谢谢自己哈、哦。无论老师开在什么时间哈，只要一开教室，你们就知道找得到门可以进来，实在是太棒了。Hello， 慧娟 ，OK， come on in。然后呢，我在这边也要谢谢同学们哈，无论老师在什么时间哦，通知你们还是都来了哈。因为我本来想说今天下午的这个，我觉得人数应该是会相对比较少，因为同学们也不知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会开哈 ？Hello， 月里哈，秀娟。不过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嘛哈。Hi Doris， 好，疫苗认证的年轻人没有，年轻人是反应会很大。我就是到目前还 OK 啊，所以应该是还没有认证年轻人呢哈。来，同学们，你们那个点点如果点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深呼吸了哈。所以我在这边谢谢大家哈的参与哦 ，OK。All right， 还有谁？文姿是不是？哦、oh, ，文姿进来了。All right， 月秀也进来了。All right， 好了，右凤冲进来，右凤不要点倒了哈。Hello Kimmy， 第一次点到 Kimmy 啊，还有新佳莹也是第一次。All right，All right， 第一次的同学你们不一定要跟我用同样颜色的砖哦，好吗？你们就是用手边有什么就来画什么。我今天的 demo 是用这个。哦，然后你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 ，OK，Catherine，OK，、okay, okay, 进来了。目前到目前为止没事儿了，对，可是待会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趁现在还 OK， 赶快跟大家见面哈。反正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非常的随性 ，OK。来点点点好之后呢，也感恩感完之后，我们要来做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请吸满吸饱，吸到肚子那是最好。哎，有押韵哎 ，OK。然后呢，吐气的时候就把点和点我们连起来了 ，OK 吗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OK。好，待会儿也会没事儿哈，八妹，谢谢你开金口，来深呼吸，吸，吸到饱哦，来吐气，嘘。我今天呢会把我的线画深一点给大家看，但并不表示你们要画这么深哦。OK， 凯琳没问题，我会多喝水哈。你们如果是白砖的同学们呢，这个边线不需要像我画这么深哈。我是因为今天用是比较深的深砖，所以要给你们看比较清楚哈。一边看小戴对越南比赛，真的吗？小戴在比了吗？哦，结果我还是赢了小戴，因为你进教室了。哎，小戴的很好看呢啊，我不知道他在比赛了，我希望他 OK 哈，我对他很有信心。Hello， 妹妹 ，Come on in。来，我们来做第二条，来深呼吸，吸，吸饱哦，吐。Hello， 美云，欢迎进来。还有苏英，还有慧玲 ，OK，very good。大家都对小戴很有信心哈，很棒 ，OK。好，来两条画好了，很棒哟 ，good job，good job。我们来做第三条哈，如果你看到我画歪了，就表示我在看你们的名字啊，这是很正常的哦，一心不能多用哈。好，来，我要来做第三条咯，来深呼吸，吸，吸到饱，吸到饱哦，吐。Hello Angie，Hello Carol，Come on in，Have a seat。来，我故意画深一点，让你们看到哈，让深一点点啊，你们不用画那么用力哈。请对你的纸砖温柔哈，我今天是为了要在比较深的砖让你们看到我的 border 哈，我的边线哈，你们的边线可以不用这么重哦，因为有时候边线不一定会准在。Hello Chelly，OK，、okay. Hi 玉如 ，OK Sophina， 差点错过是不是哈？有时候会这样啊。而我现在有小戴跟我在同一个时段，当然也是我也会想看小戴，这是很正常的。来，前面三条你们都做得超好的，我们要来做第四条了，请这一个呼吸要请你们吸饱吸满 ，OK 吗 ？Hello 玉如，欢迎进来哦。那你吸满的时候呢，也想着小戴加油，小戴得第一哈、哦，想着美好的事情哦，想着冠军，想着这个可爱的双胞胎朋友们、亲戚朋友们，想着满满的爱 ，OK 吗？想着很棒的能量吸进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来吐气。婉君，你今天生日吗？还有谁生日？待会要唱生日歌。还有雅文、桂凤，还有 Polina。来，我们待会吐气的时候呢，要发出声音的那一种，好吗 ？Hello Ruby， OK。还有不要不要也上进来了哈。好，来，我们深呼吸，这一口要很大口哦。来，深呼吸，吸，吸饱哦，吸到你的肚子都可能鼓出来了。来吐气，有声音的哦。大声一点，吐出来，勇敢的吐出来。Hello Vic， OK， 啊、小戴19-16，马上做实况转播是不是 ？Hello 美玲 ，OK， 哦、oh ，听我上课，然后看小戴打球。啊，小秋 ，OK，All right， 听到我的声音想哭哦，不要哭，我很开心嘛，哈、哦，因为我现在的状况可能还 OK， 我怕晚一点会比较不 OK， 所以趁还 OK 赶快跟大家碰面 ，OK。Hello， 婉君，文贤第一次点吗？哎，刚刚是谁生日？快点跟我讲一下，是婉玲生日吗？还有谁生日？婉君哦，婉君生日哈，那我表妹啦哈，跟我表妹同样的。还有没有谁生日 ？Hello， 刘姐你来了哈，又进分了。Hello， 杰如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Wan Jun,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下次我应该要说那个想要听国语，请按一，请台语，请起立。你用上听广东话，请入心。我就是用那个各种语言的，你可以选哈 ，OK。哦，秋萍每天都生日是不是 ？OK，All right，
还好，陆小秋也生日了，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小秋生日快乐。哦，这么多人生日哦，哎呦，真是好日子。All right，来，同学们，我们画完边线之后，我要请你们呢、来做一个暗线。好，其实呢，原来这个老师的图腾是没有加这个暗线的，但是我还是担心同学们呢容易迷路，所以容许我呢告诉你们加个暗线，OK？还是加一个简单的暗线好了，这样比较不会迷路。来，我把暗线放大给大家看。噔噔噔噔噔噔噔，来，我把我的砖放大，其实也没有放多大哈，我就自己说自己放大。OK，yeah，it's much bigger this way，all right。然后呢，这是我的边线。OK，来，大家已经在切蛋糕了哈。好啦，我不能吃蛋糕哦，因为我打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吃蛋糕了，我乱说的。好，来，今天的暗线是长这样的，同学们请看一下，就是我们中间是不是会有这两个点吗？好，那我想要请你们的暗线画出来是像，有点像这样，就是好像有点画一个像眼睛，眼睛一对认真的眼睛。当爱情又迎面来袭，总是左看右看看不清。OK，这个眼睛可是也不用这么大，比如说你想要眼睛眯眯眼的，就是画小一点，OK 吗？啊，这样好了，你们就是从这个尖尖下去画，这样你们比较不会迷路。来，这个尖尖，来尖尖这样，OK 吗？好，这是第一个暗线哦，哈，第二个暗线就画在这里，在这边画一个，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距离。这个这样的一个距离，OK，这样听懂了吗？来，我把暗线，Hello Yuki，欢迎进来哈。我把暗线用黑笔画给大家看，这是暗线哦哈，画了一个眼睛，眼睛一对认真的眼睛。Hello Nanaka，Welcome in，Come on in，baby。来，这是暗线，这是今天的暗线，OK。哦，我怕你们大家，然后这个暗线请画轻一点好吗？双眼皮吗 ？OK，你要画双眼皮也可以，但是因为它是暗线啦。Hello，沙巴卢，它是因为它是暗线，所以其实待会儿它就不见了，所以请不要画太重，好不好？轻轻的就好了。OK，那我们今天来画个眼睛。OK，来引起过敏的蔬果暂时不要吃哦。OK，好的，你是说芒果那类的吗？好，OK。怎样？月美说你的生日要到4月，4月我唱过了吗？哎，我们是5月开始，哇，那我就满周年了呢，唱到明，画到明年去了。OK，好了，那我用白色画可能会比较，哎，没有，我要用暗线。OK，暗线，先画暗线哈。来哦，我的暗线要来画了哟，我还是画深一点给大家看哈，它类似这样这样，一颗眼睛，一对认真的眼睛。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叫眼睛吗？好，第二个就是这样哈、哦，啊，这个是这样，OK 吗？那你的眼睛也可以画小一点，好，我建议你们也可以画小一点，画小一点好了，画小一点好了，因为这样你们的空间就可以比较有，OK？好的，要喝椰子水是吗？嗨，丽丽，欢迎进来哈、哦、，OK，多喝水啦，赶快来喝一口水。眼睛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有人知道吗？芭乐可以吃哈，维他命 C 多。OK，好，我爱吃芭乐。英文三是什么？什么是英文三？One two three，three。好，秀凤说爱我，还是你爱谁？老师精神好哈，是现在好了，不知道晚一点能不能哈。但是趁好的时候，赶快跟大家见面哦。Michelle 说他就是认真的眼睛嘛，这首歌哦，yeah。好来喽，同学，我现在要来画了一个线条了哈，我还是画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哦，对啦，国语请按一啦，对，台语恰起的，英文请按三。下次我们唱歌就用这样的比较好玩哈。来，我们待会要来画的曲线呢，我们待会直接用黑笔下去画了哈。这两个它是暗线哦，哈，我这个是暗线，
待会用黑笔画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画这个锯齿状。其实这个锯齿状你可以凸出去没有关系的，哦，原来啊，啊，小慧说要12小时后才有感，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赶快现在赶快跟大家碰面，因为不一定明天就非常有感，哦，就没有办法跟大家碰面。你们在画这个的时候，它事实上是可以歪七扭八的 ，OK 吗？哦，它是非常歪七扭八的哦，哈，因为原则上本来就没有这个暗线，我只是要让你们不会这个迷路或者太紧张 ，OK？Hello， 敏英，欢迎进来 ，OK？ 谢谢那个秀凤的抱抱 ，Thank you so much。来，那我来用这个好了。啊 ，Belinda， 你已经按3了是不是？我来用这个白色的画。这个线你们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会不会？会不会呢 ？I think so。我用白的画好了 ，OK。好，来这个，那我要来画咯。いただきます。你要什么？从哪里开始都可以。如果你画了也超出了你原先的这个线也没有关系的哦。OK， 来，我要画这个锯齿状，先画一个锯齿。然后你如果跑出去也没关系哦，不一定要对齐哦，吼。然后你的这个可以停在一个地方，可以不要去管你的 border， OK？ 乌溜溜的眼，乌溜溜的大眼睛，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这首歌好像是罗大佑的哈。江玲说他打疫苗到现在还可以哈。哦 ，OK， 好。哎，应该是抵抗力不好才会无感吧 ？OK， 啊，雅茹哦，好欢迎进来。来，我画了第一座山了，看到了吗？我要把这座山呢画成是有光环线的。OK， 我要画咯，所以它会跑出你的暗线，不用担心。你也可以画里面的暗，画里面的。Hello, watch you。所以你依照你自己喜欢的模式下去画 ，OK？ 但是呢，它就是要有这种山的感觉。山南、山北、山南、山北走一回。对呀、啊，最喜欢画这歪七扭八，对不对？这好适合我们哦 ，OK？好，来，如果你这样第一个已经画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进行连线了哟。好、哦，来，我连线用另外颜色画给你们看一下。我用什么色呢？我用黑色好了，黑色，黑色，黑色。Hello, Saroga， 欢迎进来哈、哦。秀凤，我现在目前还 OK 哦，但是就是不知道晚一点会不会 OK， 所以想要先跟大家碰面。来，我们现在要画这个山，有看到这个山吗？这个山的点跟点哈、哦，它的画法是往里面下去接。哎呦，我这个水好满哦，真的好满，下去接哦。All right， 所以它有点像点到点这样接住了 ，OK 吗？有一点像吊桥，像不像 ？OK， 嗨，婉倩，欢迎进来哦，很像吊桥哈、哦。OK， 好，那一样反过来也一样哈、哦，反过来哦哈，我又开始转砖了，头晕了没？哈、哦，我一样哈、哦，就是这个尖尖跟尖尖的地方呢，我一样是凹下去的，往里面转的，看到了吗？这样可以吗 ？OK 吗？哦，如果你已经画完了这条线呢，你就可以在它的下面。老师，我第一次进来，婉君是我妈妈，所以你是俊如。刚刚的婉君是生日的那一位吗？哦，刚刚一口气这样子。Hello， 宝凤还有巧慧，欢迎进来哦。你说像皇冠是不是 ？OK，All right，OK。风雨前的宁静，晚点就开始了。哎呦，别吓我了。如果你今天已经有画了，你可以加一个光环线在这边。OK， 你已经画外面的那条，哎，我这个怎么出不太来？我摔到你了吗？来 ，OK， 我的光环线就加在这里。OK， 你就加在里面哦。
家内光环，哎，我就是今天出不太来，换一支。有时候哈、哦，有些笔，如果你可能比较用力或怎么的，它就是，或者是它就睡着了，它没有起来。好 ，OK， 好，来，我来做另外做光环线给大家看哈、哦。所以你们看到我的颜色都不同，所以你们很容易就可以辨识哦，我的顺序哦，看到了吗？Very good, all right, 一样，这里面的我们也一样要往里面再加一个光环线、beautiful, 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会画成这样。OK, 我下面还有很多铅笔画的歪七扭八的。OK, all right, 这个很像吊桥对不对、哦、有一点点像吊桥的感觉。好，接下来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挑战了、哦、也就是它会有一个上一个下的画法。应该是说呢，你现在这边是往右对吗？你这里就要画一个跟它一模一样方向的两条线，这个我就用黑色来画好了，比较明显。OK， 像蝙蝠的翅膀，哦耶，有点像哈、哦。来，我这边是不是往里面弯的一个 C？ 所以我这边一半的距离，我想要来一个 C。OK。一样哦，这里也要哦，跟着它的弧度走。OK， 好咯，我要转过来了，转过来了哟。一样哈、哦，我一样，这边是 C 对不对？我要跟它同样的方向，在中间的地方加一个双光环线。OK，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有感觉很像是这个，然后穿来穿去，这是很正常的哈、哦。那没有对应到是没有关系的 ，Don't worry, OK? Don't worry. 好，来，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视觉哈，图腾的主视觉就是这个样子。那中间还有东西要加，来，同学，我们要在这中间呢加一些圈圈，圈圈，来，让我来加圈圈，加在哪里呢？加在呢，它是不管的。它是不管是哪，比如说我今天决定我这一面全部加圈圈，下一个就全部加不一样。所以我现在是上面的地方哈，我现在看到的上面，你选一个哈，上面这是我的上，我要上面的地方我都来加圈圈。好，它的圈圈就是一样哈，像 tipples 一样，就是你一个跟一个粘在一起的感觉。哎呀，我的今天用的这个是比较细一点点的哈，可以有大有小哦哈，可以忽大忽小哦，依照自己喜欢的感觉去画这个圈。其实这个 tipples 啊，因为它必须要跟其他人肩并肩。Hello 妹江，第一次点到你吗？嗨美姬，欢迎进来。因为你要跟其他的肩并肩，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其实要相当的专注。那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在画的时候，他们会画得非常的松散哈、哦。其实从画画里面就可以看出每个人的个性哦，哈、哦，是骗不了人的哈、哦。有些人呢，他可能口头上说他静不下来，可是他在画的时候，我看得出他是可以跟自己相处的。有些人呢，就是属于很有效率的，然后他就觉得很帅气，一下子就画完了哈、哦。那这种人的个性就是本来就是非常直。非常非常的快速的这一种哈，有效率的。好来，我的圈圈画好了。好，我是画在这一边的。Hello， 雅西，欢迎进来。OK， 来，我如果今天把上面呢决定加哦，我还有一块没有画，我还有这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上面啊，它上面它们是同一个，所以我都可以画。来，同学们，如果你们是黑色的，也会很漂亮。OK， 我今天是用多彩的。颜色哈，因为咖啡砖呢刚好可以吃片黑白两道，所以呢我可以画黑色，可以画白色，可以画咖啡色。OK， alright， 哦，这个泡泡画起来是不是很舒压？很舒压。Hi 豆豆 ，Hello 佩慧 ，Come on in，Have a seat，Grab a coffee，Have a donut。下午可以吃甜甜圈了吧？哎呦，想到下午如果喝个这个。饮料哈、哦，还可以配个甜甜圈，实在是太幸福了，很幸福嘞！来看到了吗，同学们 ？OK， 所以有看到我的泡泡
啊，泡泡已经画完了哈，所以你可以选择，就是你的上半，哎，对不起，我这里还有一个，我这个也算是上半部哦，好来，这个也要画，我差点忘了你 ，sorry， 忘了你，忘了我，谁能够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Elaine， 你说 I miss one？Yeah, I did. 但消失在我心头。对，因为老师还没有发作，所以婉倩现在还不错。嘉玲说不要吃会发炎的食物，什么是会发炎呢？我也不知道哈。哎，同学，我们接下来要来画下半部。OK， 我们上半部已经画了，对吗？那我们就要来画下半部 ，OK 吗？OK 哈，好来，下半部的画法呢，我们要来做线条。王姐，你竟然知道，我忘了你，忘了我 ，Oh my goodness！ 来，我们来画线条哦，甜的不要出啦，哦，糖不能出哦 ，OK， 所以糖是发炎的食物 ，All right， 所以糖一直都是发炎的食物，大家那么爱吃糖，饮料里有糖呢，哎，我觉得我这个。这个有点细，你们看得出来吗？来，我下半部我就画线条咯，线条你们可以连续也可以不连续哈，可以跟着这个弧线下去走，就是它不用直直的，因为你的三角形呢，它是有一点往外这样宽形的，你可以把它推开 ，OK， 不是画的直直的哦，这样就可以了哟。还有酒类的哈，最近没喝酒了哈，其实能吃就是福，多喝水。OK， 谢谢你们哈，大家很可爱。我知道你们有人留很多言给我哈，但对不起，我刚好没有空可以一个一个回复哈。我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空回复，我不知道上完课之后精神还 O 不 OK 哈。我今天能够做的唯一留下来的体力就是那个。确定尽量帮你们核准你们的作品哦，哈，这是我期盼能够做到的哈。OK， 多喝热汤温水哈，因为疫苗是极冷的病毒。そうですかね。OK， 发酵的食物不要吃。发酵的食物哦，是说什么？像那个 yogurt 吗 ？yogurt 算发酵吗？还有。豆腐乳吗？这种吗 ？OK， 来，你看我在画这个线条咯 OK，Hello、okay? Jamie， 好，线条你就依照自己顺手哈。像我现在就觉得这样比较顺，所以呢，我就改把它转过来。注意看哈，我这个水样笔哦，原则上它是会盖黑色。所以你看我这么多颜色要把它 combine 在一起，有时候我的黑色会被压掉 OK，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哈。陈时中那一首怎么唱？陈时中哦，陈时中那一首是昨天的伤口撒盐，对不对？勇敢的人在城市中相爱，你要勇敢一点点。小戴赢了 ，Hooray! Very good. Hello， 云珍，欢迎进来。OK， good job， well done。来，同学，这个我已经这一边的我已经画好了呢。啊，这个图案就是长这个样子。我来压一下这个线，因为被白色的给盖过去了。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回来再加一下下哈，让线条可以再清楚一点点 ，OK？ Very nice。我们刚刚是不是画了眼睛，对吗？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会有另外一个眼睛要画了，也就是那个眼睛在另外一边。Hello Candy， come on in， OK？ 啊，不是赢了吗？好了，没关系，到最后再看一下到底是谁赢哈。好，对他是有信心的。好，来，这个好了，来，我现在用黑色的，还是我用一个全白的啊？用黑色的好了，用黑色的画给大家看。我把它用颠倒哈，用不一样的。哎，同学，我们眼睛的这边还要再画一个，可行吗？可行哈，我们是几点开始的？哦，有，我们有时间。好，我们再来画一个哈，因为我原先就是计划
会可以画到两个 ，OK？ 那是不是需要对应？其实是不需要跟它一模一样对称的哦，哈。你就是依照你自己喜欢呐、啊，啊，有时候可能就会不小心对称，哈，不小心对称也是 OK 的，好吗？那我开动了哟，哈，因为你看我要从这个边边开始哦，所以也是有可能会对称，有可能会不对称哦。我的好对称哦，才说。不要对称哦，结果我画得很对称。好来，一样画了一座山哦，你也可以画里面，如果你想要画里面，下面这样也是可以哦。我刚刚画的是上面哦，现在画的是里面。I'm going to opposite what I have just drawn。我做一个颠倒的版本哦，颜色有点颠倒的版本 ，OK。其实你这个边也可以跑出去，然后你自己决定 ，alright, okay, yeah, it looks cool, isn't it? 来这边画好了吗？可以了哈，我们的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哈，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们这边呢，我的边线我就用咖啡的来做好了，我的吊桥。一样哈，这个吊桥事实上是双光环线，你可以第一次画的时候呢，就把它接起来了。记得它要稍微有一点内弯哈，内弯在新竹吗？对哈，内弯。那有内弯就有外弯，对不对？有吗？有这个地名吗？就像那个南部也有地方叫二水，有没有？我同事说老师很嗨哦，你同事怎么会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呢？你放大了吗？你让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了，这拍谁呢？不好意思啦哦。好，那我小声一点哈、哦。但是我实在是太热情了哈、哦，停不下来。来，我这个线条呢，一样是画跟刚刚一样的哟。画另外一个。Yeah, this is cool. 内弯有吊桥吗？没听过外弯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乱说的啦。我只是很好奇，有没有外弯？有内弯，有没有外弯？啊，同学，你们在这里面呢？原则上，它的图案原创老师哈，它是圆圈圈，但是我想要给它小小的改变一下。好，我自己想要改。就是我今天不画圈了，我在这一边我想画三角，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去调整呢，你自己有大弯，大弯在哪里？有戈壁往外弯，大家很会接我的话呢哈、哦。好，我来画这个哈、哦，不一样的。我自己，这是我自己的变化啦哈，画圈圈也是 OK 的哦。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刚好有这种三角，我们可以做哈。So I'm going to do this. It could be anything you want, alright? 好像没有外弯哈，有发夹弯。哇，发夹弯这个可是飙车族最爱的了哈，难度最高的哈，尤其是86的赛车哈。大家有看吗？好像男生比较会看这一种类型的。好，这个款我做了调整哦，跟同学讲一下哈，我做的不太一样哦。应该是画圈圈嘛哈，那我做了不一样的。所以同学们哈，同样的图腾你也可以去改成你想要的模样 ，alright？ 啊？樱花笔哦，茶砖的樱花笔，我有用到10号，也有用到8号，两个数字都有用到 ，OK。Alright，Hello， 小鱼你进来了哈。哦，外婆的澎湖湾，澎湖湾，澎湖湾。哎，我们刚刚画的是直的，对不对？这一款呢，我想要把它改成是横的。外婆的澎湖湾，很喜欢去澎湖哎哈，有许多
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哦、我之前还有去看过那个潘安班，台南有个地方叫大湾，哎，好像有哈、哦，大鹏湾也不错哈、哦，渔光岛有个月亮湾，哇，听起来好好浪漫哦。梦的牛，阮的牛，咱的缘分簿，伤心目屎一滴落。想到月亮了哈，许娜，你的故乡也是澎湖哟。台南的花生很有名，真的吗？哦，对对对，南部的花生糖哈，真的是很甜又好吃又不粘牙，对不对？这是有可能的啊。哎，同学，我画了两个版本哈，可是这是原著老师的版本哈，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整哦，所以你也可以在自己的那个里面去做一些变化。哎，对，昨天的月亮很大，你们有看到吗？日出日落，千里经过，迷迷瞪瞪，魂半月。老师，小戴赢了，恭喜呀、啊！太好了，哦。太赞了！哎、欸，昨天是今天是十五吗？农历十五吗？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哈。OK， 外婆家在大湾哦，所以花生糖超赞。那富明你应该都有吃到好吃的哈，又大又亮哈。美丽的情景，亲像画风景的人生。进七呗，进四强了哈，射箭是不是？哦、oh, ，OK， 好来，大家到底是在画画还是在看比赛？哦、oh, ，昨天已经十六，通常农历十六呢是月亮最圆的，而不是十五哈。八妹，你根本就在看射箭嘛！All right， 好，没问题的，我们可以同步哈做这个 multitask。就是同步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来，这个图案原则上我们已经画好了哟，哈，这个图腾也非常漂亮。对，家娟说有点像那个原住民，对不对？哈，其实我们很多图腾都来自于大自然，原住民所画出来的东西也是大自然。不要说是原住民，你再去找更久远的这个唐朝，或者是更之前的那些瓷器上面所放的这个图腾呢，也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哈。Hello Joyce，Hello 桂如 ，OK， 听说十七最圆是吗？哦，原来如此。好来，同学，你这个怎么下那个阴影呢？来，阴影原则上它就是下在这个山的两旁，这是原著老师的建议，所以我来画一下 ，OK。Where is my chalk？ 我要找一下我的 chalk， 我的 chalk，OK、okay.。来，我的这一支，我用白炭笔画，因为我是深砖，你们看这样会比较清楚。瑞旭，你晚到了，你有去帮小戴加油吧？哈 ，OK 哦，哈，眼听冬奥哈，那眼看画画 ，OK， 算你厉害哈。八妹很忙哈，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啦。来，我们在这个看到我这个山，就是这个锯齿状呢的两侧，就是我们可以上阴影的地方。假设同学你的用的是白砖，那你就是要下二 B 铅笔哦，哈。我是因为是深的砖，所以我用白炭笔下去下，你们看的这个视觉上看的才会比较清楚 ，OK？ 来咯，看到了吗？这样就很好看了哈。那它是两侧都可以下，就是在你的这个山。这个锯齿状的山的两侧都要下 ，OK。突然觉得饿了，刚刚这个讲话讲太大力了，中午吃的那个能量都消耗完了。线条看起来好看吗，许娜？那你喜欢我最开心了哈，你画的也一定好看哦哈。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同学都是算是很会画画的，甚至于就是。
在某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段呢，曾经受过一些训练的哈，所以你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呢，对一些像我们这样的素人来说呢，反而是更能够给我们不同的视角哈，去看图腾的呈现。那这也是这个社团，我希望可以就是容纳各种不一样的视角，来呈现出不同的思维跟想法哈。打完疫苗会饿是不是？哈哈哈哈啊 ，OK， 我不知道啊，我没有想到刚好跟小戴同一个时间啊，我没有要跟小戴抢时间呢、啊，我只是在想说，趁我现在还 OK 哈，感觉好像还 OK， 赶快先开直播了哈，因为晚一点我不知道我的状况会如何哈，那就把握当下，你看当下 present 即是礼物。所以我把握当下 ，right？ 我今天现在可以，我就赶快开直播了 ，OK？No、okay? waiting, right now, right here. So we're having fun, right? All right, OK， 来这个看到了吗？哈，所以它的画法可以是这样哈，这样就非常非常漂亮了 ，OK？ 来，同学们，我要请你们呢放下手边的笔材，不管你现在画到哪里哈，不管你画完了没哈，都没有关系 ，OK？其实你在画的时候，你画画就应该要拿起来看看，画画看看，你才知道说，嗯，我接下来还要再放什么，或者想再加什么，或是这个图案是不是我真的想要的，哈、哦。咖啡加肉桂卷，你这个人太过分了吧 ，Candy， 这个也太好了嘛。哦 ，Yuki 说好看，对不对？你的两边的山很开哈，中间很宽，没有关系哈，香娟，这是很自在的。那接下来你们就会有这里和这里可以去加了哦，我故意这样做的就是让你们中间可以自由创作，没错，千玉不是第一次来就知道哈，空白处就可以自由创作。我希望你们可以多慢慢慢慢的加入一些自己喜欢的口袋图腾呢，在你的创作里。那假设你真的不知道要画什么呢，你画到这里想停下来当然也是可以哈，这个作品也是可以，但我希望你可以慢慢慢慢的注入自己喜欢的图案。来，同学请把你们的砖拿起来哦，好像蓝雨的船哈、哦、诶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咖啡砖的关系，对，蓝雨的船我也很喜欢，尤其是喜欢看到有人穿丁字裤，哈哈哈哈，我的焦距都不太一样 ，OK，Hello、okay, Iris，OK，、okay. 啊，来，我们来这个，把它拿起来，然后一个手臂的距离，一个手臂哦，哦，立起来看，哇，真的很美耶，你觉得像什么，它就像什么哈、哦。其实缠绕不具象，所有的具象都是你曾经的脑部经验或是记忆的经验而所存在投射出来的 ，OK， 所以。无论他说像什么，你都要觉得是 OK 的，因为每个人看到都不同哈、哦，这就是缠绕的迷人之处。它可以 ，it can be anything， but it can be nothing。OK， 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All right， 那我们来夸奖一下自己，哇，我今天怎么画的这么美？一百七，哇，我今天真的画的好美呀、啊，我真的。很会画呢，我好开心啊，很开心嘛、啊，我画个好靓啊，哎呀，真正也不也不，哎呦，还有什么？吉勒的是啊，吉勒勒，我感觉水啊，我感觉厉害啊，够厉害哈、啊，我感觉水啊，是三地门的图案吗？哦 ，OK，All right， 太好了，来，今天这个图案呢，原则上它后面还可以发挥的很多哈、哦，哦，大家都在赞美，太棒了。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图案叫做什么名字。这个图案也有一个名字啦，每一个图案都有个名字哈。有一些事实上是很这个了哈，是很像的哈。Hi Judy, you just arrived. It's okay. Okay, 任成文你也刚到哈，没关系 ，Don't worry, alright. You can help me wrap up. 帮我一起收工哈 ，alright.打完疫苗更有活力，欸、对耶，那也安内啊，这亚西人哈、哦，怎么会这样子？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个图呢，哎，我写这个，我写上面这边好了，这边比较有空位哈、哦，反正这个缠绕没有正反 ，it could be anything， right？ 来，我跟大家讲一下，英文字有一个字叫做 twin， twin 的意思就是双的意思。哎呦，
直厨，对，我们现在正在上课 live 哦，直播，但是我们要收工了哦。哎，老师身体目前还 OK， 晚一点就不知道，所以赶快跟大家见面。来，这个字呢，这个 twin 的意思就是双胞胎的双，一对的意思叫 twin。OK， 如果你今天有双胞胎，你就说哦 ，yeah， they are twin， 他们就是双胞胎。OK， 但是这个图腾它不是叫 twin， 它叫 twin。OK， 它叫 twing， 没有意思。有时候缠绕话呢，它就是可能某个地方某个字有意思，然后它要多加个字母，甚至于它有可能这个字是代表一个人的名，或者是它中间有代表其他的意义，所以它在翻译的时候呢，它叫做双翼，不是翅膀的翼哦，双翼是这个翼，不一样的这个翼，双翼 ，OK 吗？哦，很特别的名字哦，因为它是这样子的，但是它只需要画一个，它不需要画两个对应啊，哦，就是说它这个图案就是这样子 ，OK？ 啊，老师怎么了？老师 OK 哦，All right。OK， 来同学，那这个名字呢，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哈。我们今天是第67咯，来提醒一下我们新来的同学们，如果你们有 po 你们的文章在社团里面缠绕抒发补给站，请记得我们这个社团不使用井字号，也不使用其他的连结 OK 吗？不要你自己的图然后再连过来 OK。 哎，同学你们的糊了的话呢，要请你们出去再进来了哈。不过我们要收工了，也差不多了哈。来同学们，这个东西呢 Doris 你现在才来哦很多人又要开始出去收钱了哈，因为又糊掉了哈。有时候网络就是会这样哈，不是那么 accountable。 alrightOK， 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图案哦。如果你用的不是深砖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用你的茶浅砖、白砖也都是 OK 的哦。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在我临时的邀约也都有进来参加。那这段期间你们有留言哦，如果因为我身体状况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留言，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给我的关爱，还有包含你们留言告诉我的一些 people 哦。那我会持续呢使用你们的 people， 然后让我自己那个精神可以度过这个疫苗期哦，应该就是这一两天会比较不舒服而已啦 ，OK。所以明天目前还不确定哦，明天如果我的状况又更不好，有可能还真的会休息一天。那今天有精神我们就来了哦，非常感谢大家这个进来哈，一起参与这个小旅行。那如果社团里面有什么的遇到一些小状况，或是有一些人这个讯息不 OK 的，你们再私讯通知我好吗？我私讯没有回复的请你们等待哈，因为我可能没有空回复啦哈，不好意思，或精神比较不佳的话请见谅 OK。 So I hope you guys have a lovely day， 不管今天是哪一天哈，不管你有没有打疫苗哈，精神都要维持很好，然后一样维持自己的这个防疫新生活哈，还是尽量出去要戴口罩，注意安全 OK。 I love you guys, oh, you're gonna have a lovely day, bye bye for now.